兔子姐姐，小动物为什么不穿鞋子呀？快点把鞋子穿上，光脚容易受伤。啊，不要不要不要，光着脚丫多好玩啊！哈哈，我出去玩喽。兔子姐姐遇到了小猫，嘿，小猫，你为什么不穿鞋子呢？喵，我脚上的肉垫可以防滑，穿了鞋子我就抓不到老鼠了。喵，哇哦，好厉害呀！啊，原来小猫的脚掌会防滑，而且还可以抓老鼠，太棒了。嘿，啄木鸟，你为什么不穿鞋子呢？我脚趾间的爪子可以牢牢地抓住树干，穿了鞋子就不能帮大树治病了。哦，好棒呀！原来啄木鸟的爪子可以牢牢地抓住树干，还可以给大树治病。嗯，真棒！嘎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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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嘎！哇哦，小鸭子，你们为什么不穿鞋子呢？我们的脚掌又扁又平，穿了鞋子就不可以在水里游泳了。嗯，原来鸭子的脚掌可以帮助它游得又快又省力，快给鸭子的脚掌点个赞吧！请看下一集。